尔卡纳瓦罗还直接点名批评了此役网红的国脚张琳芃，意大利少帅甚至直接用失望来形容。卡帅是这么说的，张琳芃是一位很有经验的球员，但这样低级错误还是不应该出现，对于他这一举动也很失望。本场比赛张琳芃作为恒大主力右后卫出场，然而当恒大取得1-0梦幻开局之后，他却反而越踢越急躁。比赛第26分钟，张琳芃非常有能借将姚居胜，导致后者痛苦的无腿倒地。源于10分钟前，他已经在一次回传过程中动作过大的缠倒了王永珀，最终当值主裁犀利的英超金帅赫拉滕伯格毫不犹豫地向其出示第2张黄牌并罚下，任凭张琳芃如何极力为自己辩护也于事无补。虽然少恒大凭借强大的三球胜手，但是张琳芃无疑是今夜恒大阵中最失利的人之一。赛后有球迷拍到张琳芃驾车离开时脸色阴沉，由此看来心情低落的张琳芃自己也知道这场比赛的染红可能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后果。众所周知，本赛季开始前恒大刚刚公布了新的队规，其中包括九必须、九不准、九开除的行为准则，以及一线队末位下放的制度。张琳芃染红的举动就疑似违反了行为准则中的赛风赛纪这一项，恒大老板许家印很有可能会选择痛下狠手，对撞上枪口的张琳芃进行下放处罚，来对其他球员拧紧下油。颇为尴尬的是，此前在恒大39队归出炉后，张琳芃还特意将这份规定设置了自己手机的屏保，但如今他却有可能成为第一个末位下放制的恒大国脚，这也难怪赛后他会有些郁郁寡欢了。